据媒体报道，新晋港姐冠军黄嘉文、亚军王菲、季军谷佩玲以及友谊小姐陈希蕊近日出席活动分享喜悦。讲到以往多届有港姐当选后因工作繁忙忽略另一半而分手，问到可会怕中港姐魔咒，黄嘉文淡定表示对男友有信心，在一起已经好几年，相信对方会支持自己。黄嘉文透露，港姐竞选刚结束就已经觉得疲惫，男友工作繁忙，比赛结束后彼此还未见面，但对方有发庆祝消息给自己。非凡娱乐。